这个大概是 A 车掉落了零件之后啊，隔一段时间，约莫十分钟之后，再由 B 车经过的时候，来把这个零件因为碾压的关系而造成喷飞，飞到对向车道。当事人就是死者的车辆哦，他有录他的行车记录器有录下部分的过程，所以我们透过监视行车记录器的影像，以及物理的相关的力学的原理哦，去做反推，然后再交集出可能的车辆之后，我们再针对这个车辆去做后续的追查。在这个侦办的三天过程哦，我们几乎是三天是处于没有休息的状态，因为这个是全国瞩目的案件，那也必须要还给，必须要把事实还原之后来告慰这个死者，所以这三天哦，昨天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，我们解析出这个车号之后，我们就马上进行下一步的动，这样哦，进行这个下一步的侦办哦，所以整个是处于没有休息的状态下，在进行这个整个案件的侦办。